学霸对学渣的影响。这个词啊，又多又坏，这你能背下来吗？这才能背下来呀、啊！这你要背下来，我很服。所谓的那快乐，是脚在天边追蜻蜓，追到累了，头沾水过，被蜜蜂给叮到怕了，谁在偷笑着？我靠着大草人群，日风沙着歌，睡着了。哦哦，空气它在冰冷冷冰吹。哦哦，阳光洒在路上，就无法心碎，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厉害呀！那你看，你敢跟我比比背课文吗？来吧。都是名，有没有背下来？大家举手。上不太够，先做手指，再有左边的思路是没有最精彩，翻新最小的乱心情，还有红红往来的音，可以调出音乐性，无论是不是二五万多少星，没有路口的气氛，等一下洪水也很流水流。和校霸一桌的快乐。你把你吃的拿来，哈哈要吃，你不给我告他了啊？哎呀，拿。哎，大姨，你去巷口把外卖给我取。不愿意去啊？哎，没有没有，外卖取回来。你还买两碗？你的。还有我份儿呢。啊，哎呦，这假的啊！马拐把作业给我写了啊。我也没写。写两份儿。给了两份儿。学渣对学霸的影响。要哭你滚出去哭去，滚！又欺负你了？走，走！下午他再欺负你，就这么干。学吧。不干他，我就干你。这还差不多。第四题选 B 没有意义是吧？而这题选 A 啊。什么玩意选 A？ 讲这么半天还选 A？ 听什么呢？不是你跟谁说话呢？啊？哎哎，老师一个，老师，哎，老师多毛啊！哎哎。不同分数学生请假没来，一百分。这题有这么难吗？老师，这题太难了，那谁能会呀？哈，回答一下。哈。啊啊。来看下一题啊。八十分。哎，他今天没来啊？哦，他生病了。哎，对，咱俩晚上去看看他呗。行啊，顺便把作业给他带过去。行。五十九分。哎，他今天没来。是不是没来呀？啊？这是。是不是没来呀？零分。你们给我挡了挡了，好，明天来的，冷啊。跟老师作对的后果。啥是我呀？我管不了你了呗。行，跟我斗啊，回去吧。从今往后你们谁也不许雷大姨啊，拿他就当臭狗屎我臭了，听见没有？去吧。这题还能错？欠收拾。去吧。你不用教啊。我咋的了？我教不了你，咋的了？回家让你妈判去。哎，今天心情不好啊，大一在这讲不了，脑袋疼。你快出去呗！你赶紧的，你不学我们还学呢。我们还得学呢。不是，我们还得学呢。老师，我错了。妈呀！你没错，我错了，快去吧，咱惹不起你。不同时期请假，小学。啊，你妈来接你来了，收拾收拾书包。啊。嗯，你还活回来了？不知道啊。我咋了？我也想走。初中。老师，我难受，我想请假。给你爸打电话，你爸让你走，你就能走。要不你出校门，这责任谁负？老师不打兄弟。你不用磨叽，你爸不打电话，你指定是走不了。高中。大姨，你那还没有假条呢，你要干啥呀？我有急事，我得出去一趟。给我钱，
你可别说是我给的。哎，不能，你别跟他说啊。你小心点。哎，大学。老师的区别对待一般学生，选 B 吧。讲多少遍了还选 B？ 鸭子听雷啊，左耳听右耳的吗？站着听吗？爱会不会跟我没有关系。不一般学生，选 B。已经讲过很多遍了，咋还选 B 呢？答应你下课来我办公室啊。坐。再讲一遍啊 ，y 等于 kx， 哎，你爸送你毛毛，是不是都没时间关心学习啊？A 是二三，哎，你爸还在那儿吗？嗯，不在了，老师。不在了？那他上哪去了？嗯，妈呀，可真厉害！B 等于零二，你这么的吧，你给你爸打电话，你告诉他，你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了，你上老师家吃去，老师给你做好吃的，好好给你讲讲题，好不好？啊，去吧，晚上上老师家，现在讲啊。真厉害。不同毕业生遇到教导主任，普通毕业生。刘主任，上届六班。啊，你考哪个大学了？哎呀，没考好，现在三本。啊，回来看老师。啊，去啊，那我去了，主任。哎，优秀毕业生。刘主任，哟，哎，不是，我这有事先不说了。那个，你考哪儿去了？当年，我现在在北京一个还行的大学。北京啊，老师就说你当年。您过奖啊，回来看班主任啊。我领去。哎呦，太麻烦了吧？没事没事，麻烦啥？我，那玩意儿能这么着？喂，二同学于小泉。咋还那么完蛋呢？校长啊，他回来了。和不同关系同学罚站，关系一般。你吃饭了吗？不可。关系好的。关系差的。